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。用不生灭根性为本修因，就是你在下手处一定要用不生不灭的根性，六根里面的眼见就是见性，用这个不生不灭的见性。见性是什么意思呢？见一切善一切恶通通不着。什么叫做闻性？闻一切声音回谤赞叹都知道成自生灭，自性不动，那个只是音声的组合而已，如梦幻泡影的音声而已，是不是？那这个也是缘起，本身就是空。那舌头尝好吃的东西千万不要一直执着，因为这个下喉以后呢，吞下喉咙以后呢，就开始 消化，消化以后就开始制造粪便，就开始制造粪便。如果我们被这个好的食物所牵制住了，半夜想到还流口水，这表示这个人功夫还不够，还不够。所以说，什么是不生不灭的根性呢？就是眼见一切色，即知道色就是空；眼见一切色法，即知道了悟万法皆是败坏之相。见一切相，总知道万法都是无常，境界不可得，决定放下，